台北市议员陈彦博先生，媒体工作者林豪新先生，前立法委员郑运鹏先生，还有我们 Keep 老师阿德先生，以及新闻的主持人李彦秋小姐。各位晚安，我是李彦秋，欢迎光临新闻夜总会的听众来做会，谢谢四位帅哥，谢谢。今天让台湾的球迷真是又开心又伤心。我们看到林书豪在 NBA 的惊奇之旅还在进行当中，我们大家真的非常开心，而且觉得与有荣焉。但是在这同时啊，原先以为这个职棒迁赌案当中唯一没有沦陷的统一狮队，今天也发现他们也沦陷了，而且是教练涉案了。这真的是那种两相对照的感觉，你会觉得好像是那种邻家小孩考状元，我家小孩作弊被退学。这我觉得这很蛮感叹的一种啊。但是我想我们这个先来看一下开心的事情，就是林书豪他今天又赢了，而且是七连胜了。他这次到美国到底有多么轰动，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在2月27号哦，即将要发行的Time杂志啊，就是时代杂志，它是用林书豪作为封面，而且封面的名字就叫 Linsanity 啊。那旁边的这个说明呢是说，从1976年以后，从来没有一个篮坛的新星像林书豪这样七场的总得分可以有如此的高分，甚至他比乔丹还有比雷霸农都还要高分，来肯定这位叫做亚洲之光啊。好，那今天呢，林书豪其实是第七场，他在他们的主场呢跟国王队来相对啊，结果他就是七连胜。在这场的比赛当中，林书豪的表现到底如何？他又给了大家另外一个惊奇，他没有拿到高分，但是他的助攻却创下了新的纪录。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林书豪让人惊异的比赛。练过一次球，一分钟都没有。林书豪的 one， 一开赛，林书豪长驱篮下，先要到犯规，两分带进，再罚球完成三分打，稳住军心。接下来上演林氏助攻秀。林书豪，阿里奥，三次的助攻，这一次皮克肉传给萨德马尔，第四次的助攻，超高命中率，又是一个完全大空档全王扣篮得分。林书豪球到人到，频频上演第一时间扣篮，队友整场不断在禁区接到妙传，除了林书豪以外的其他人个个打得轻松写意，人人有球打，完美诠释控球后卫角色。全场十分看起来不多，但13次助攻再写个人新高。最大的问题呢，其实也就在他的这个情绪。林书豪哇，打得太聪明了。林书豪手感依旧维持火热，虽然全场只上场26分钟，但上半场就大势抵定，出手6球，命中4球，尤其这季16尺跳投，展现去年夏天的苦练成果。剩8秒7秒钟，林书豪还在寻找队友，自己来出手。林书豪大爆大爆！原本预计对上国王队控球后卫 Tarekki Evans 是前年 NBA 新人王，198公分100公斤，比林书豪还大了一号。不过赛后访问时，林书豪表示原本就设定要打出一场快节奏的比赛，增加球的流动，让对方防不胜防。对于全场高喊 MVP， 他还是谦虚的说，是队友太会进球，让他看起来变厉害了。尼克笑纳七连胜，林书豪带队重新站上50%胜率。哇，所以今天其实除了 Time 杂志用这个 Linsanity 作为封面的标题之外啊，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名词又出现了，叫做原来叫做 Cinderella， 是这个灰姑娘的意思，现在叫做 Linderella， 新的灵的灰姑娘啊，就是来讲说她这整个的一个传奇故事。所以我不晓得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其实看起来林书豪并没有拿到高分，但是却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大家反而非常的推崇他。我不知道他的价值在哪个地方。大家讲了一件事，就是说林书豪打的位置是这个控球后卫，不是得分后卫。这得分后卫前面得那么多分啊，是因为前面太弱了。因为前面的队友太弱了，所以他必须他都可以得38分，所以他必须要站出来得分，因为他前面的其他的队友那个时候都不是还不是很强，最近他们那个队形都出来了，所以他的几个主将陆陆续续归队了以后，他就回到真正的所谓的控球后卫的本色。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对林书豪前面来讲，凸显的是他已经可以扮演出他自己在球队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说而不是昙花一现的那种。没有人得分的时候，没有好的队员，他可以跳出来，他可以得分。当可以别人可以得分的时候，他就乐于做
对于这个所谓控球后卫扮演这种角色，所以他今天上场只有26分16秒，这是他这个最近几场比赛最少的一个。那另外一个他只到10分，但是他的助攻是13次的助攻，确实是他的这个生涯的新高。那另外当然了，他另外一个数据也是维持他的这个水准，就他有6次失误啊，对，还是维持他的水准。而且我觉得你看到那个整个的比赛，会觉得说哇，这个球员聪明。他完全可以知道说他是控球，他完全可以知道哪一个人是有利的位置，他自己没有得分的一个机会的时候，他整个的那个控球的场面可以让别的球员来得分，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厉害的。对，他是最厉害的，这个价值是在这个地方，他也愿意让别人得分。姓林嘛，对，哈哈哈哈，没有错，我在我的脸书上也是，我叫林老师，你要贴、我的学生就老师，你好会好会那样子，那既然我那种感觉会有出来，哦，毕竟第一个他是台湾的这个我们留学生在那边的所谓的第二代，但是他有那种我们感觉到是那种很谦逊，很聪明。哈佛小子果然是不同凡响，最主要打球，尤其我们刚才讨论打篮球是什么，是一个组织战的，但他前几场能够打得那么好，就是完全是个人的表现，他聪明。但是你今天这场国王队这场比赛里面，他其实可以表现更好，为什么？因为这队不是很强，对，但是他能够，彦博讲，他能够充分发挥所谓的后卫的那种助攻，那种你刚才看他的灌篮，哇，那个实在太正点。其实助攻讲白一点，就叫做成就别人。对，好吧，他能够在这样子，所以我的数据也可以显示他的伟大。他下半场因为他的助攻，他的这样子穿针引线，他让尼克队有6个人得分是达到两位数的。没错，对，因为他的帮忙，因为他的帮忙得到这样，所以他今天展现的是完全。因为前面几场大家都在看说，哇，他得多少分，多少分，又这个超过20分，又超过20分，然后他的总积分又超过了这个欧尼尔，好，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但是今天他没有拿高分。可是却让大家觉得说这个球员是真的非常的有价值的一个球员，因为他愿意帮助别人去拿到分数啊。所以我不知道小董，这个今天这整个的一个球赛会让你觉得说林书豪的一个旋风还会继续的延烧下去？对啊，如果时代杂志这样做了，然后哦，他现在的表现，而且表现越来越好哦，包括一个品格，不止球技，包括品格，我就说我可以助攻，球品啊，球品，这个是很难啊。过去我不相信有上帝，我最近相信。他这个就是你突然这么厉害耶，他不是说以前真的表现那么杰出，不是，就说你会觉得真的是四个字，如有神助啊。就说你怎么打，随便丢，随便就是三分球，就是很多东西。你看他昨天投那个三分球。他的那个只有16%哎，哦，那是很夸张。对啊，可是他这样随便一丢，也就上，也就进了。就是说你会发现哦，所有这些东西哦，都真的是如有神助。但是哦，看他这种前锋哦，其实哦，我们当然已有龙颜。大家哈，我有一个朋友叫林朝清，我也可以这样讲。对啊，哦，其实过去在台湾也有这样的美德，你知道吗？过去哦，我们有个台前的选手叫黄志雄，在当立委。对，是，对，他本来是可以拿金牌的。对，他就会增胖，会增胖，然后给他的学弟，就说你去打那个，因为他是分级数嘛，对，所以他只拿到银牌。哦，就是说成就他的学弟，成就他的朱木岩，朱木岩，对，对对对，哦，对朱木岩。然后你看这种。在国内大家好像不觉得怎么样，大家就忘了，我们现在不讲大家就忘了，但是这是一个很高的美德。我们过去在体育界哦，很少去讲求哦，对那些做一些品格的要求哦，就对，就像朱学恩所讲，对那些演员哦，或者对某些人，我们不要求他太高的品格，但他总要有基本的。但是我觉得由这些事件里面会发现哦，这种在体坛上的品格方面，我补充一下，运动精神，补充一下，朱木炎哦，那个朱木炎，他的那个，人家问他说他的偶像是谁啊？他说他的偶像第一个就是黄志雄，没错，你看这是一种球品，高球品的人的人格的表现啊。所以如果要对照一下我们现在发生的职棒的事情，那真的是让人觉得很伤心。今天同一师的事情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因为这个教练吕文生跟他的太太，今天又被这个检察官复讯。复训了之后呢，两个人，一个吕文生是50万交保，他的太太是30万交保，而且他们都承认他们确实跟组头联络，泄露他们自己球队的资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道。在律师陪同下，统一师总教练吕文生走出板桥地检署，因为牵涉职棒赌博案，吕文生和太太分别以50万和30万交保。
有没有涉嫌收受不法利益的部分，这个部分检察官目前啊他们是否认，那检察官会继续追查。检调表示，去年八月接获检举，立即监听吕文生夫妇通联，发现两人几乎每场比赛前都将球员上场名单和战力评估资料告诉黄姓主投，由黄姓主投转告南部牵赌集团首脑朱姐。这部分违反背信罪，直到绰号朱姐的杨秀珍涉及总统大选牵赌案被捕羁押，检方进一步讯问才收网抓人。其中吕文生太太因为非常关注统一师所有球员每场比赛的攻防和投捕记录，还特别集结成册，俨然成为牵赌集团如何精算赔率的攻略。跟朱姐是什么关系啊？早年经营六合彩起家，后来以职棒牵赌拓展势力的朱姐，2012总统大选还开出马英九让80万的赌盘，只比实际开票少10000票，赔率神准，连检调都佩服。检方透露，直到开庭分析利害，吕文生夫妇才惊觉聊天当中把球团攻守资料告诉主投是违法的。考量两人对统一师队名誉伤害极大，因此保释金也特别调高，也让2007年职棒牵赌案后唯一全身而退的统一师这最后一片净土沾染牵赌疑云。所以看到这个情形，真的觉得唯一最后剩下一片净土，统一师竟然教练自己涉案了。我请教云鹏，云鹏，你觉得我们台湾的体育运动为什么永远不能学到教训？你伤了球迷的心，已经伤了这么久，我一直觉得，哎，职棒置之死地而后生，好不好？全部牵赌全部都已经抓了，剩下一个统一师，大家重新开始。现在呢？整个希望破灭，台湾为什么永远不能够学到教训呢？看到吕文生那个，他第一天被传讯的时候，我就觉得蛮难过的啊。那我的难过是说，他是我看到台湾的职棒这样来来去去那么多队，唯一一个是有条件去经营职棒的一个企业的球队。是。那如果连他都这样的话，那我跟各位保证了，台湾是不适合职业棒球的环境的。所以你去看林书豪，他们其实纽约尼克队自己就是个品牌，他不是个什么纽约什么食品啊或百货公司，他是在经营一个品牌，所以他球员以前也有赌博啊，现在为什么没有？因为球员求自己表现嘛。当台湾球自己表现却得不到相对的薪资的时候，包含教练，那结果就是这样了。林书豪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都愿意，我们都会觉得与有荣焉。你看大家这个好高兴哦，看到他的表现，一直大家不断的传，不断的在讨论。但是就表示说，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团体，有个这样的队伍，或者有这样的运动员，你想想看，我们会给他多大的一个赞美？我们是渴望的。那好，我们渴望。对。可是我们的运动员给我们的是什么？不，这个就是我刚才一直提到，这个刚才应鹏也讲到，其实是整个台湾的体制问题啊。台湾的职棒牵赌不是今年现在发生的，已经大概从这个职棒延年开始就有了。对啊。包括这个我们时报应开始等等一连串事件，那也都撤掉很多了，什么这个什么金啊什么的都废掉。好 ，OK， 问题在这里就是为什么没有人撤？我们总共几次？职棒牵赌整个一共四次以上，就是一次清完以后再来，一直不断的还在重犯，一直到现在统一师整个沦陷没了嘛？一次比一次严重，火速了。那个医生，我只要问说，为什么我们的好，你说体制啊什么之类的，没有亏待耶，并没有亏待。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体育界竟然可以这样的无耻？我真的讲，绝对无耻嘛！我要这样讲哦，就从根本来谈的话，我们在比照林书豪来看，我们台湾的所谓的这个体育的教育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教育出我们选手会打球就好。我们没有品格教育，我们没有品格教育，完完全全都没有品格教育。我们的学生只要打球就好。那你看林书豪。他不但可以打球，他可以念到哈佛。台湾的那些选手，其实他们的球龄可以打球的年限都很短，很短。但是他们的薪水，你跟一般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球员的这种比较，就是说跟国外的那种还是偏低。也就是说，主事者你不愿意去投资。好啊，真正可以出得起，真正可以玩棒球的人不会玩。所以大家就最短的时间呢、啊，然后就要去捞那些遇到那种奇怪的那种暴力或是奇怪的那种诱惑，他们就没有办法哈。如果球员是觉得自己有生命，就是整个职棒生命的一个威胁，教练呢？教练你的生命可以很长，你连教练都没有办法克制到这样子的一个诱惑，而且这个教练现在他是整个被禁赛而且停薪。其实就是很清楚，这个事情就已经是，他就已经承认了。这算是所有这一些你看到不好的品格，都是为了钱呐、啊。说穿了为了钱。五天前哦，前哦象队的总教练曾基恩90岁过世。我觉得这真是这是一个经典风范的人物啊。
没有听过他，他除了训练手下人员，对不对？你没有听过他，没听过他的，他就一个客家人，九十岁，那他会不会有人去跟他诱惑？百分之百有。你看他在民国六十一年了，我们退出联合国，他带美和队，哦，征服全世界青少棒全世界冠军。六十三年青少棒美和队全世界冠军，青棒也是全世界冠军，就他都他带队的曾基恩，有多少人想跟他买，买不动嘛？就说其实你有没有重视你自己这份的这份职业荣誉啊？我这个荣誉嘛，荣誉嘛啊！你看所有看到我们看到什么国际兄弟像什么三剑客，谁谁谁都被买了哈，陈志远他们都被买黄金三剑客。现在以为统一是最干净，没有，我现在终于知道民进党为什么要还统一，连统一都沦陷了，都沦陷了。对啊，所以你看了会觉得统一一定沦陷。所以你看，对，现在统一也没有办法。这个职棒实在让大家太失望了，已经，我们真的觉得已经本来是到底了，可以重新开始，可是现在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样子的机会跟希望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最让大家伤心的一点啊。我们待会回来。